之前第一次啊，就是很长，就是我没有开麦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奇怪，我的麦怎么会没有声音？啊，大家好，那个晚上好，就是我最近有点过敏，所以我要戴墨镜。虽然我的眼睛很漂亮，我觉得，那我今天就不一样一下哦，怎么有灰尘？哎呀，还不错，还看得到歌词，可是我看不到很多人的脸。OK， 这样好像好暗的感觉，不过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就是看不到大家的表情，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创作，如果觉得怎么样，说我可能也看不到你的脸。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有点冷，对，然后今天其实我身体状况好像就比较疲惫一点，但是我一样会带来我很多都是我的创作，然后分享给大家听。那这首歌，等一下的时间都是创作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年轻，就是一个少女跑去当兵，然后也扎扎实实的做了4年5个月又23天，那我现在落下一次。然后外面有那个衣服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穿一下，就是那个是飞行侠客。穿不下。啊？穿不下？你在哪里？哦，太小，我看到你了，没关系啊，你那个可以跟他合照这样子。OK， 那我现在唱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当兵女孩的故事，就是这首歌叫《当兵女孩的心情故事》。拍手。稍息立正，中指贴起苦风，别人享受生活，而我听着口令，他说他会等，却牵着那女生，他们密不可分，而我被强行拒绝。我剪断了头发，想说心
还会就是会抖脚，就会感觉我很贱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。